面，反正你就照这个方式啊，点下去，想那个滚轮往前推，它也会放大，好，你可以稍微看。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做到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改几个版本，我建议各位的哈，其实版本管理在 Eclipse 里面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就因为版本管理哈，在 Visual Studio 它的版本管理其实做的蛮好的，但是在 Eclipse 如果你要做版本管理的话，该怎么做哈？建议各位，如果你要下个版本的话，你可以按这边按右键哦，我自己的习惯下复制一下，再把它按右键再贴上。他问你说你这个专案名称，那如果说我要做三种变化，我就在这边加一个什么底线01、底线02、底三，就有做三种变化，好、哦，按确定就可以。那比如说第一种变化，它这个就是从这边来的啊、哦。那里面的话，比如说我假如我要做类似像什么样的效果，就是按下那个按钮之后的话，除了里面的字改变之外，哈、哦，那也可以怎么样？可以把上面的字改成红色的，并且字放大。成为大概40啊，40点哈、哦。OK， 那怎么做？按下去。哎，不是，哎，不是，这个我把这边先全部关闭好了，这个全部关闭。好、哦，这个专案这应该是这一个哈、哦。哦，换颜色是这一个才对，这个是换颜色的哈、哦。再 run 一下。那有三种版本，一个是换颜色，一个是切换，一个是次数哈。哦，那这边的话做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哦。奇怪，怎么没动？哦，换颜色，再跑一下。啊、哦，它已经在前面了。这个还是，有点专。OK， 好，那没有关系哦。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source 部分好了、哦、那这个 source 里面的话，基本上如果你要更改颜色的话哈。我们只要做几件事，就是第一个，在按下按钮之后的话，更改什么？更改里面的什么呢 ？Test color， 好、哦，所以其实这一行很简单的，你要改颜色就点一下 set 一，如果更改就 set 嘛哈、哦、，set test color， 所以 test color 在这边就有了。那特别注意哈、哦，底下这边就有好几种颜色让你可以挑选。那颜色的部分哈、哦，这边我按个 Enter。他会跟你要一个 color， 那 color 部分的话，当然你可以给16进位，不过我建议各位可以用内建的，因为呢，在 Android 里面呢有一个内建的颜色，那内建颜色的话，你要怎么去取得那个颜色的范本呢？其实很简单，你就打一个 Android， 以后的话，内建的范本呢都是 Android 开头，点一下，它这边会有个 Android 的什么呢 ？Android 的点 graphic， 你就打一个 G 好了哈 ，graphics， 点一下。这个时候的话，它的 graphic 里面呢，还有包含什么呢？颜色，啊，点 color， 按 enter， 再点一下之后，这边就有很多颜色让你选了。比如说我要红色的话，我就 enter 一下 ，OK， 这样的话就可以取得红色了，有没有？当然你可以打16进位了哈，16进位的话，各位可以看一下云端上面的话，这边第一个画面，第二个画面的话，你除了说可以用这个方法之外，上面有16进位制，你可以打一个零叉，啊。然后呢，颜色的部分的话呢，比如说红色的话，就是比如说四个 F 四个零 ，OK， 那或者用这，不过我觉得比较建议用下面这种。再来的话呢，字的大小就是 text size， 后面的话特别注意是给一个浮点，哦，给一个浮点值，所以也是一样，你就点一下 set 什么 text size 打一个S，OK， 然后这边的话就会。那特别注意哈，将来各位慢慢要习惯，就是你当你输入的时候呢，请注意一下，看一下相关的说明。其实如果你程式不要 bug 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它要什么资料形态，你就给什么形态。比如它这后面是一个什么 float， 所以你就把它点两下，或者按 enter， 然后后面的话呢，就给它40加一个 f， 好，加一个 f 才是浮点，好 ，OK， 好，那这样的话就完成。这个时候的话，你把它 save。再直接怎么样？再直接去执行它，直接 run 了。你可以直接 run 上面，好，直接上面也可以，或者直接按右键去执行它，好，直接把它重新 compile， 然后它这个地方会产生一个 APK 档，并且丢过去，这个应该 OK 了，有没有？颜色就改了 ，OK， 好，那这个是第一个哈，就是说颜色换颜，所以这边只有两行需要变更，好，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变化提示我这边哈，再把它改成什么？假如说我今天的需求是，如果我今天希望哦，
当我按一下是您按下按钮，再按一下的话又恢复请按按钮的话该怎么做哈？这边的话呢一样哈，我们这边打开我的 source， 然后这边的话其实我是增加一个 boolean 哈，这个 boolean 值的话就是说判断预设值我给它 true 好了，好，这地方它的这个资料形态是 boolean， 那底下的话哈本来是这一行对不对？我在这个中间加入一个逻辑判断，我想 Java 这个部分各位或者在 C 语言其实也类似吧，就是 if 这个地方的话呢，如果是什么 B， 那 B 预设值是 true 对不对？所以 true 的话呢会先跑这个逻辑对不对？有没有？就是您按一下按钮，然后呢再把什么 boolean 本来是 true 改成什么，改成 false， 有点像开关嘛，那我现在把它关掉了对不对？所以下一次再按的时候呢会跑什么，跑这个逻辑请按按钮，有没有？它第一次改成这样，下一次的话改成这样子 OK 哈，那我们就把这边再把它改成 true， 就开关一样。好，程式打完之后把它 save 一下，那一样再把它跑一下，最后跑出来的结果哈，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一样它会把它 compile 成02，有没有？那如果我有修改 save 之后，它就会帮我再丢过去，把 APK 丢到模拟器里面 run。 这个时候的话呢按下去，有没有？您按一下按钮，再按一下请按钮，再按一下，有没有？不就一个开关了。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哈，这个也是 Java 的东西啦，其实 Java 这个根本就是 Java。 所以其实你说学 Enjoy 不就是学 Java， 你 Java 底子不好的同学哈，请你把 Java 学好，这个就会写了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是 Java 的逻辑哈。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按一下它会有计数器的话，那我怎么再来就是写一个，所以版本控制我刚刚讲再贴上3的部分，那里面的话改哪一些哈，就加一个 count， 这个 count 是一个整数了哈，一个整数的一个 count 一个变数对不对？然后我就用 count 加就可以，后面的话加上什么 count， 您按下几次，如果我今天希望改成几次的话，那我就把 count 放在这里 save 一下，我们一样哈，再把这个第三个 hello world 03直接执行过来 OK， 那一样它会把它 compile 成 APK。 那特别注意，其实 APK 就是一个 ZIP 档，如果你把那个 APK 把它改名复杂名改成 ZIP 的话，里面你就知道它放什么，而且甚至它还可以反组了，它有机会再讲好了 OK。 然后按一下一次，有没有？您按一下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好，所以会有3种变化题，好，请各位试一下。那这3种变化题哈，如果说你的Java 程式不熟的话，第一个在这里，第二个在这里，有没有？建一个这个 boolean 嘛哈，第三个在这里 ，OK， 3个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所以今天的话，大概我们就是完成几件事情哈。第一个的话就是了解各位的一个学习需求跟一个学习的状况哈。第二个就是环境建制，所以请各位，如果你今天有下载的，请你一定务必存在随身碟，不要再下载，不然下一次来上课你又要再跑一次下载一次，会太花时间，你就直接存在看，或者这边一碟如果没有还原的话，那下一次来怎么样，你就直接可以 work 了，不用再，有没有？只要设定一下 enjoy 环境，我们就可以不用再搞环境了，对不对？那第三个就是说哈，我们 hello world 跑出来模拟器跑出来之后的话， hello world 的3种变化，所以今天的话大概就跑四个范例啊，不过其中就是也是 hello world 的变化。那下一次的话基本上我们就会继续来看那个第三章的部分，所以回去的话请各位可以看讲义的第三章和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三章的基本界面，基本界面元件的设计，包含就是多按钮跟那个一些元件的使用，我想这个比较简单一些些。下一个礼拜的话我想第三章啊，如果速度快一点的话，我这边还可以再讲到那个第四章的部分，第四章的话就是讯息显示相关元件部分，讯息相关元件 OK。